通常都是優惠資訊嘅啫，點解會有加價的消息呢？因為呢個煲扇機咧，最近就有不少媒體報導啦，咁代理就話供不應求啊啲貨，咁之前就諗住依新嘢啊俾大家試味，就有一個優惠價998元嘅，咁但係佢話喂我都唔夠貨賣啦，仲減價，要做翻正價啦咁樣，咁所以咧。在6月1日開始呢，我手上這個煲扇機呢是會加回去1280元的，即是呢在6月1日之前呢，你依然可以用998元這個優惠價是買到它的，加購就再便宜一點了，但總之6月1日就要加回上去1280元了。簡單講講這個煲扇機啦，其實它不是煲扇，它是煲耳機，你們插著耳機線、再插上耳機線煲到的。有些朋友問我不插耳機煲不煲到的，是煲不到的，那你沒有一個 terminal 去給那些 signal 嘛，是不是？那是一定要插著耳機的，所以同時煲條線也都煲了耳機，有兩個 3.5、兩個 2.5 和兩個 4.4， 你同時可以煲6隻耳機都可以的。那它的原理就是你一插下去就會不斷播一些 pink noise 出來，即是不同頻段的噪音出來，高中低頻都有的，令到你的耳機叫 run in。 我現在試每一隻新耳機都會插著它，可能叫做煲一晚，叫開一開聲熱下身的解。它是用 Type-C 攞電的，不是充電，它裡面是沒有電池的，你需要插著 Type-C 來供電給它的。咁最多朋友問嘅就係要煲幾耐呢？其實佢裡面說明書有個指引，我呢就唔跟嘅。我呢就係插咗一個新嘅耳機落去呢，其實煲一晚大概12個鐘頭到呢已經有一個分別啦。我唔會話一嚟要煲到佢最盡嘅，我係煲佢12個鐘，跟住聽下覺得個分別啱唔啱，覺得嗰個改變好唔好。咁如果好呢我就停啦，我見好就收啦，唔會話嘩佢說明書裡面其中提議喂要煲96個鐘，我就不會玩那麼久的。如果你有超過一對耳機的，甚至你那對耳機已經是很心愛的了，都應該要收藏一個的，因為你不只用一次的嘛，你往後的日子都可以用的嘛。其實我已經講過，你煲扇都不一定要用它的，你可以自己開個電腦，然後上 YouTube search 啲 pink noise 有成10個鐘頭的，那你就這樣插著它煲一晚都可以的，但是你要開著個電腦嘛，同埋你每次可能只係可以煲到一個耳機嘛，咁但係如果呢個嚟講，咁咪叫方便啲咯，將一個好簡單嘅原理擺咗喺個盒仔裡面，咁都值得可以玩一下嘅。最後再提一提啦，我手上呢個煲扇機咧，喺6月1號開始咧就會回歸正價1280元嘅，咁你現在咧？仲有10日的時間可以用998元買到啦，有兩款顏色，銀色和碳灰色嘅。